我们的YB 林天顺州行政议员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妈祖庙的大殿。2024年第24届妈祖华团农历新年庆典祭拜仪式正式开始。全体肃立，国务州行政议员林天顺向前敬畏，向天后圣母上香敬香。鸣钟十二响，香哦，香一香。
要带来呈现的表演是《灯火璀璨迎春晚》。好，我们这一支是华南学生，热烈的掌声。再次感谢这25位身穿华族的学校哦，我们的评审老师稍微留意一下，我们现在是我们的普乐。今年爱情一笑依然赴约与你携手，爱情一笑依然赴约与你携手。好，非常感谢。街道上张灯结彩，家家户户贴着对联，十分热闹。春节的吉祥物舞龙也是不可或缺的，人们在舞龙的带领下一起迎接掌声。Thank you.
再一次的感谢龙凤庄妈祖。仪式。